哇，都緊張，都興奮嘅，因為同幾位一啲做過好多次嘅，都即隔咗好耐時間都冇再一齊演舞台劇啦。即譬如隔離呢位啦，白子啊、朱柏謙啊、倫啊，咁而家又同阿英排緊啦。咁有幾位新嘅，咁又即係好期待呢一種有新嘅火花。可以擦出嚟咯，咁所以都期待快啲開始排戲咯。好期待，因為我所有人都未合作過，即係你哋都大部分都合作過啦。我係完全任何形式都冇合作過，甚至有啲係第一次見面嘅咯，所以都幾新鮮啊！唔知道可以擦出啲咩火花，其實有啲驚驚地咯，即係我個人好少驚噶嘛，都有啲小學雞嗰啲期待同埋驚咯。你好似安靜咗好多。我係啊，因為純粹係陌生咯，同埋今日我嘅角色係一個演員，所以我投入翻少少咯，我就唔可以太搞笑咯。我而家就好控制住自己咯，係啊。頭先嗰唔係搞笑，即係我係啊，但因為即係我驚我即係太綜藝咧，唔小心講得太多粗口嗰啲咧，咁我就個形象唔正面咯。今日一個正面嘅演員咯，所以我就你見我雙手都擺喺後邊嘅，知咩料啊？但係你而家好崩緊啊！係啊，好崩緊。我角色就係一個好木讀嘅演員，我諗住係演。今日啫，就係今日啫。我今日俾咗一個角色你自己。係啊，今日係咁咯，即係今日係正能量嗰個人，最主要正能量同埋正直咯。咁舞台劇上面就會做翻自己平時搞笑嘅，係。今日變翻處男添啊！我係啊，都即係好耐冇試過做處男啦，咁都可能幾廿年啦，咁今日終於都可以試翻呢個滋味啊！同各位前輩偷師啊，各位都係即係嚇，即係舞台劇啊或者演戲上嘅經驗多過幾十倍啊嘛咁啊。其實不是幾十倍，因為我是零，所以他們是無限咁多倍。Anyway， 白子有沒有什麼抱住的經驗？哇！我自己這個戲我自己其實因為這班演員是我經常都會見的，經常都會合作，所以其實我又沒有什麼說很興奮。但我最期待的有點悶了，是不是？沒有但最期待的就是阿Sam啊、Sophia啊一班新的演員啦，咁我哋睇下合作嘅時候會有啲咩火花，因為我呢啲過氣噶嘛，咁要睇佢哋身上面睇下究竟而家佢哋年輕人睇嘅嗰啲叫做咩啊，即係嗰啲詞彙啊，佢哋睇嘅嘢，佢哋嘅笑點係啲乜嘢，反而係係佢哋咯，係啊。有冇啲破處嘅經驗可以分享？即係你多年嘅經驗，仲記唔記得？記得。我記得濕濕地嘅，你係啊，咁又黑黑地嘅，咁啊，但係好多人捉住我，咁就都有運動嚟嘅，好多人係㗎，梗係好多人運動啦。呢、這個好多人合作前後頭咁多人喎，咁就唔知咩事咁樣就推咗出去，然之後就冇咗啦。但係嗰個喺學校嘅經驗係安全好多嘅，因為大家都係第一次嘛，咁所以就又有老師咁樣睇住。咁今次佢既然都講到啦，我唔覺得佢係處男咯。咁即係喺好多經驗上面，即係可能舞台劇佢係咯。咁但係都係做戲都係其實都係差唔多嘅。但係佢既然咁樣講到嘅話，咁我哋咪就係叫做用前輩嘅身份或者有經驗嘅身份話俾佢聽，佢做完。他可能驚完 opening 之後，他就會覺得哇，原來咁爽嘅。咁我哋做三個禮拜嘛，咁應該會好開心啊，會識飛嘅，好用好簡單啫。你而家條頸 OK 嘛？而家條頸我覺得要戴頸箍咯，即係唔可以同我企咁近咯，即係我會要求導演嗰啲台位唔好眼有啲攰啊。我會擘大少少只腳，我都習慣平時，但唔得喎，因為平時電視咧就可以啲機位梯啲啫，但係舞台劇其實全身就未必擘到大腳。所以我會同導演講定，即係嗰啲台詞其實我係講緊俾阿三聽嘅，但我冇望住。會望住。即係你哋今次試下唔對眼就做。借視線啦，一定要借視線，試下做舞台劇都借視線先。準備多啲 Apple Boss 啊嘛！要啊，呢啲真係冇辦法，因為呢個高度嘅差距。本來我自己覺得我哋即係平均，佢就真係好突出。咁我哋企喺個台上面，我哋係覺得舒服嘅，翻咗屋企咁樣嘅。但係突然之間佢企咗喺度，唔係喎，好似我好好細啊，好孤獨咁樣，我覺得。有冇壓迫感啊？嚇？阿倫 OK 噶，反而係佢喺下面生活得好。
好舒服，佢 OK 嘅，佢揾到佢自己的位置啊，係啊。咁 Mosa 咧，即係同啲舊生合作咁樣，有冇得即係場口多唔多咁樣？都多嘅，因為今次個戲都有好多唔同嘅，即係唔同嘅 pieces 啦。咁每個 piece 都係一啲，總之喺酒店你會出現嘅一啲情景，即係譬如有一場會係謝思燕咁樣，咁佢就係一個學生會會長啦。咁我係其中一位老師嘅。咁另外有一個係佢好似同 Sophie 嘅身份嘅，咁我就 Sophie 嘅家姐。咁所以其實個戲入邊我哋全部都唔係有話特定的角色的，即大家都會變來變去啊，咁樣，咁所以都會很多撞埋一起的機會啊。人分析幾多個啊？我諗唔知好多四五個應該有，但最尾都是串連翻嘅，其實是一個大劇情嚟嘅，串連翻。嗯。自己都會係咪開始排戲未啊？未啊，即大家個期都比較忙少少啦，咁就應該可能都下個月先開始排，下個月或者甚係下個月啦，應該下個月尾嗰啲咯，我估。你自己都會坐喺屋企再睇翻。都會睇。其實每晚可以嘅時候都會坐喺度睇。有冇都係忍唔住又喊咁樣？冇啊，冇啦，冇啊，乾曬啦，已經乾曬啦。但好得意咯，即係喺屋企睇嘅時候，同諗翻起當其時現場睇，又個感覺好唔同。即係有啲嘢現場睇係好，即係好澎湃啊啲 energy。但係喺電視度，哎呀，點解爭啲嘢？但係冇嘅，我經歷過啫，可能。即係自己即第一次看的觀眾都會覺得啊，其實好正咁，所以好好有趣咯。都 make sure 有時間嘅話，都會當晚即刻睇咯。咁咧，九三最新嗰集亂講嘢咧，即係啲食全城競猜嗰個紅星係邊個啊？有人話係 Justin Ryan 啊。哦，嗰、那個其實即係我都唔係好知咯。咁你睇咗答案嗎？你睇咗相嘛？我睇咗相啊，咁嗰張相都係冇著上身衫啦。咁都好。即係我都好確認嗰個女仔係真係同佢都認識嘅，都但又唔好講邊個當事人啦，因為都係唔想有法律責任啦。咁就留翻個女仔自己講啦。但係係幾有趣嘅，即係因為亂講嘢咧，我成日覺得一啲女仔咧好多時係上嚟吹水啊嘛，作到故仔好大啊嘛。但係呢個好真實嘅，佢有埋相俾我哋睇喎，咁樣都幾得意喎。係咯，但係就希望都有機會同嗰位紅星合作咯，即係係咯，我呢啲 Feel TV 地底嚟，希望可以同咗一個國際影星合作咯。會向你查證一下嚇？點樣查證啊？人哋幾千萬 follow 唔會復我，會去咗嗰啲垃圾郵件嗰度。合我合作就應該冇機會呢一世咯。唔可以咁樣嘅，可能有機會咧。哦，可能係，即係可能有一日，即係我都冇啊，唔表有機會啫，冇啊冇。唔該曬，thank you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